珠手环的第一步做法就是穿这种粉红色的珠子，穿十颗。好，穿十颗，然后推进去，然后推到底，然后接着我们还把我们这个双圈也一并加进来，因为这是要套在双圈的上面的，把双圈套进来，然后我们要回穿一次，从这个中间所有的珠子再走一遍，好，全部珠子回穿一次，我们把它推到底，然后打结。好，到底，我们在这边打结，让它变成一个圆圈圈。把结断掉。稍微剪长一点，然后把剪断，然后稍微用打火机把它烧了之后粘起来。好，它就粘起来了。然后接着我们穿一颗粉红色的珠子，然后一颗米粒珠，然后再一颗粉红色的，然后再一颗米粒珠，就一颗米粒珠，一颗粉红珠，整圈把米粒珠穿完，总共是24颗米粒珠，全部把它穿完。现在米粒珠，粉红的，再米粒珠，再粉红的，就穿成这样子，整行把它穿完。好，我们米粒珠全部穿完了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再穿这种红珠子，粉红的这种珠子要穿11颗。好，这边11颗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双圈一并穿进去，然后推过来，推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要回穿。回穿的时候，第一颗我们穿进来的红珠子这一颗我们不穿，因为那边也是第一颗，会有一颗单独的，所以我们不穿。我们现在开始要回穿，从这个地方穿进去，要连双圈也一并穿，它才会双圈会被这个小珠子的圆圈圈套在里面。把它抽紧，抽成一个圆圈圈。好，它就会变成圆的了。然后我们再走这一个珠子第一颗走出来，然后把它拉紧拉圆，它会变成圆的了。然后我们再穿这种的红珠子四颗，四颗，然后这种的白珠子三颗，这样，然后推过来，推到这边的时候，会有一颗红珠子，我们把它回穿，回穿红珠子哦。然后推紧，它会变成这样子一个小方块的花。然后接着我们再穿四颗这种红珠子，四颗红的，然后这一颗我们不过洞，这一颗我们要过这一颗珠珠的洞。好，把它穿过去，抽紧之后会变成这样，然后接着再穿四颗红珠子，四颗红的，
三颗白的，然后同样红珠子要回穿，白珠子回穿红珠子的这一颗小珠子，回穿这一颗，我们把它抽紧之后，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再四颗红珠子。四颗红珠子，然后这一个洞不走，再走这一颗珠子，等于中间我们这个中间要空一个，空一个是给对面另外一边待会再走的，好，就变成这样，然后再穿四颗。然后再三颗这一种的。四颗、三颗、七颗，然后推进去，推过去之后再过红的，那它变成有一个小碎花，然后再四颗。四颗，然后空一个这边，再走这一颗珠子，变成这样，然后再四颗。四颗，这种的三颗，然后过这一个红珠子，然后再四颗红珠子，四颗，然后再空一个，走这边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这个整圈都这样穿。好，我们这单边的一边的已经走完了，然后线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方，走到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们要从这边走到这边才行，所以我们现在线先走上去，到这里。出来了，出来了之后，接着我们要往回走，往回走呢，我们要走刚刚没有穿过的位置，现在有穿过的这个，我们要穿，先穿四颗红的，三颗白的，然后回穿，跟那边一样，也是做回穿的动作，就是。白的这一个第一颗，这个红的回穿，回穿之后它会变成这样，回穿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，同样跟那边一样。然后我们再穿四颗这一种的红珠子，四颗。然后我们刚刚这一个是走这边，我们要走这边了，好，走这边穿过去。它就会变成这样，左一个，右一个了，然后我们再继续，四颗，然后三颗白的，三颗白的，四颗红的，然后同样，这三颗白的要跟。让这一颗回穿，
就像这一颗珠子。然后再穿四颗，四颗，然后这一颗我们不穿，穿这一颗。它就会变成这种样子了，然后我们要继续穿过去。好，我们这边的珠子全部穿完了，然后接着，因为我们这个珠子只有走过一次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走回这个顶部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刚刚穿过的珠子全部这边，就是这一排这一个米粒珠，还有这一排都要再走一遍，只有这一种的透明的不要再去走它。整个现在就再走一遍，所以我们现在走的方法就是同样从中间开始走起。我们这边要先穿回最上面，穿回最上面，然后从这一边开始先走起好了，从这边先开始走起，让它拉直，它那个珠子才会定型。好，我们这样把它拉过去，它就直了，所以我们要这样一直走过去，走一遍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直接这样走过去。这一边我们走线已经走完了，它的形就可以定下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走外面这一圈，再走完，走回头，然后再走这边的，这么就是等于从这边走过去直的，它这边定型的时候，然后再走中间的，走回这边，然后到这边再打结。好，我们这边两边都穿完了之后，它的位置差不多就固定了，然后接着就剩中间这个，我们直接就在这边要先打个结，然后再穿它才会牢。我们打结就稍微在鱼线上绕，因为鱼线本身只要经过绕的那个结之后，它就会很紧，然后接着我们就从这边走过来，因为这一颗珠子我已经走过去走过了，然后就直接从这个地方过来，然后穿这一颗珠子，然后穿这个过来，然后到这一头再打结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完了，走到这边，我们就在这边尾部这边打结，稍微剪一个长一点，它就粘起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米粒手环。